王爷，长安来消息了。你速去通知萧将军，让他立即带人去楚家。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将楚家人带离楚家一步。是。 一路奔波，先生辛苦了。皇命在身，不言辛苦。怎么不见萧将军？他外出办事，恐怕要晚些时候才能拜见先生。郑县令，下官在。看来要在你这里多叨扰几日了。下官不甚荣幸，请大人吩咐。烦请你帮我找个安静之处。 让我与安郡王单独说几句话。是，下官这就去办。先生请。请。还未恭贺先生，加封兵部尚书。 圣上天恩浩大，对我来说是福是祸，还未可知啊。我若猜得没错，你兄长是你有意支走的吧？是，景瑜不敢欺瞒先生，朝中之事，景瑜也有所耳闻。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我倒也轻松了许多。 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何开口向你说起这件事。既然如此，那我便直说了：锦离和冷月这桩婚事，结不得。先生，并不赞成这桩婚事。圣上想要促成这桩婚事的原因，绝非是想要成全一段姻缘这么简单呢。此事，锦离与冷月，可都知道了。 我还未曾对他们说过。我知道你的难处，冷月自小是倾心于你的，如今让你开口对他说这些话，也是难为你了。不，不是的，先生怕是误会了。冷月与我只有兄弟之意，并无儿女之情。我不曾对他们说过此事，是因为此事来得太过突然，仅于相信。 其中定另有隐情，你既已觉得有隐情，心中应当已有判断了吧？锦瑜猜测，这桩婚事是为了牵制冷氏一族的兵权而提起的。敢问先生，冷氏一族驻守西南多年，此前从未听闻冷氏有过不臣之心，圣上因何突然盯上冷家？先生，此事，我也不知详情。是景阁老谏言圣上，以萧冷两家缔结婚约的方式，借锦离收回冷沛山手中的兵权。可这冷家数代盘踞西南，在节度使军中经营甚久。冷沛山身为冷家家主，岂会轻易交出兵权啊？照我看，你们还是尽快回京。
也好和公主商量出个对策来，拒了这桩婚事。啊，还有一事，也是我此番无论如何都要赶在圣上正式下旨赐婚之前来虔州见你一面的原因。先生请讲。你实话告诉我，你当日查冯介之死究竟查到了些什么？先生为何突然这么问？这也是我接掌兵部之后才知道的。冯介巡查西南之时的一卷纪要，在返京时莫名的遗失了，其中所记之事无人知晓。若冯介确系死于非命，那这其中极有可能关系重大。先生既然这么问，想必是对那诗卷之中所录之事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测。我沿着冯介当年巡查的路线一路探访至此，皆无所获。再往前行就是狼佩山的节度使军阵了。我与兄长相处这些时日，并未听他提及军中有什么不妥。锦瑜，先生莫不是要连兄长都要怀疑？你兄长也是我看着从小长大的，他的品行我自然有数，他的性格刚直有余，缜密不足，若为人所用恐难自知啊。不过这些也都是我一己猜测罢了，希望我是杞人忧天吧。虔州似有暗流涌动之象，未免公主担忧，你当及早返京才是。陛下，臣愿去虔州查案。陛下，虔州山高路远，此时从长安派人去，路上必得耽搁不少时日。何况户部和三司对虔州线下的形势不甚了解，派他们去恐非良策。景卿，你以为该当如何呀？臣记得安郡王现在应该正在虔州境内，私铸铜钱乃是大案，稍有不慎恐打草惊蛇，予以便宜行事之权，着安郡王详查最为妥当。景阁老所言极是，臣也同意景阁老所言。都是被你搅和的，朕把安郡王在虔州的事全给忘了。也好，着令翰林学士院立刻拟旨，此案就交给安郡王全权查办，不得有误。臣遵旨。哪个不要命的敢在姑奶奶门前来闹事？萧锦林，你来这儿做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你带着人来你不知道？一两句说不清楚。你怎么回回什么事儿都说不清楚啊？你长个舌头是用来拌饭的吗？嗨，你这舌头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就知道吃，腰都圆了还吃。给我。行啊，萧锦丽，敢从我嘴里抢食了。上次你欺负景逸的账还没给你算完呢。我欺负景逸关你什么事儿？拿来。怎么了这是？是萧将军。给我。萧将军和冷姑娘抢鸡腿打起来了。这有啥好打的？还有呢。你就吃吧你，我看你是嫁不出去了。关你什么事儿？哼哼。啊，你们俩怎么为了个破鸡腿打架呀？他找打。景逸，你说他是不是比前两年胖了？行了，萧锦离，相信我，你说这句话就是找打。怎么样，楚家伟好了吗？不是，你们俩到底想干嘛？这是吴江的字。好了好了，不胖不胖。你别在这打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薛先生，
奉旨来抓楚楚。什么？那不是李章吗？他怎么来了？萧将军，这是为何呀？你我在公务上也曾打过几次交道，怎么你的手下连我都不认识了？前州刺史李章奉上谕，协同神策军捉拿逆党一后，闲杂人等退下。景少卿、冷姑娘，下官今日公务紧急，就不便再陪二位演这假扮恩郡王的戏码了。逆党疑后，李刺史，这话可要说清楚了，谁是逆党疑后？他就是逆党云氏家的那个余孽。小姑娘，乖乖的束手就擒，免得受皮肉之苦啊！胡说八道什么呢？这是我楚家的孩子，什么云氏，什么逆党，你们找错地方了。老人家，你若如此顽抗，莫怪本官不客气了。打人！都是！站住！楚楚，爹，爹，走，楚楚，爹，放开我，楚楚。大胆，敢伤我！李大人，不好意思，手滑了。住手！薛尚书，薛尚书，安郡王。王爷，楚楚，你没事吧？李刺史，怎么和景少卿、萧将军动起手来了？薛尚书，我与秦南逆党一后，竟然让这些乱臣贼子给砍上了，你看。薛先生，这可不能怪我们呐。李刺史带着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直闯楚家，没有什么文书凭证，我等可是奉了安郡王之命在此戍卫的，当然不能让他乱来了。李刺史手上怎么这么多细小的伤痕呢？薛尚书，一场误会，李刺史，辛苦你专程跑这一趟。既然安郡王已经来了，抓捕逆党疑后的事情就由我们来处理，你回去治伤休息吧。既是如此，薛尚书，安郡王，下官告辞。走。龙月、景逸，你们在这守着。是。先生，这边请。哎呀，没事了，没事。放心吧。这是驸马。是。这是父亲生前留下的陈情书。
对照石匣上的两首密语诗，以反结祝运法解读出来，便是当年剑南节度使陈英率众谋反的真相。他是什么时候去的？5年前。先生，此事关系重大，牵连之重，一旦传入朝中，恐怕会再次掀起南衙北司之争，万万要小心筹谋，切勿轻举妄动啊！景瑜明白。驸马的遗体怎么会停放在这里啊？诚如先生所言，此事关系重大，锦瑜不敢轻信旁人。父亲生前与楚家来往甚密，颇有交集。楚家人为人正直善良，又是武作世家，颇懂保存遗体之道。锦瑜便将遗体暂托付于此。以先生之见，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当然是立刻随我回京，将此事奏明圣上，只要此事真相大白于朝野，楚楚自然也就能够洗清这逆党遗后的罪名。先生，我们恐怕暂时不能随您返京。你请旨来黔州就是为了寻找驸马的下落，现在驸马已经找到了，你还留在黔州做什么？还有一名此案的要犯在此处逃窜，我必须将他缉拿归案，作为此案的人证。什么逃犯？许如归。就是那个朝廷下发海捕文书缉捕的逃犯，你可有他的消息？要说有也算有吧，我已经按锦瑜说的派一部分人守住关岭县所有进出的路口，另一部分人乔装山民暗中搜查凤凰山，人还没有找到，倒是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凤凰山就是关岭县境内的一座山，等明日一早我带人随兄长一同进山去找。好，你们两个一定要多加小心。是。锦鲤，我跟安郡王还有一些话要说。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何时对楚楚动了心思的？